会清理大鱿鱼啊，今天我来教大家清理一下啊，找一把剪刀，从头剪到尾，鱿鱼肚子里面这些东西啊，全部都不能吃。这两边是它的鳃啊，给它去掉。这个是它的胃囊，然后这边是它的黄啊，全部通通都给大家去掉啊。鱿鱼的话，中间有一根软骨，摸起来硬硬的啊，咱给它抽出来，跟塑料壳一样的东西。别看大家鱿鱼黑乎乎的啊，去了皮以后给您看一下。哇塞，能看到吗？眼睛给大家去掉啊！哎呦，这个眼睛一定要去掉啊！里面都是这样红色的，这个不去掉的话，炒出来那个鱿鱼啊都变色了。来，鱿鱼的大牙齿，哇，给它揪出来，吸盘给它撸一下。